点一下这个正发光跟错发光的区别。这两款都是平面发光的，但是一个就是正面一个侧面。区分它们的方法就是以发光面为参考，上下弯的它就是正发光，它的灯板是朝正面，但安装的时候选择装灯方向这个是没有一定要求的。包括这个也是，虽然他说它发光面是在上面，但是它是错弯曲，所以叫错发光。安装方向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。